们今天啊要早一点进到这个生命经，我们这几天呢、都提早上啊，提早一点就开始上课了。为什么呢？老师想要加一点时间，把这个课啊在8点半以前呢、都能够上完啊，因为体力有一点限制啊，就是尽量的早一点上，所以你们就早点进来啊，不要拖太久啊。我们在22章里面我们先看头四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了路，是迷了路，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养为不见，就是假装看不见啊，我没看到，我没看到。你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要把它牵回来。像我们车子停在门口没人理了，好奇怪啊！这挨家挨户自己有自己的没有什么偷窃的，因为大概偷也拿不走啊，就在那么小的岛，也是被抓的丢脸死啊，他大概是这个原因了。但是感谢主啊，就表示怎么样？大家如果你东西掉了，人家还会跟你讲，你东西是不是在哪里？还会告诉你的，你知道？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弟兄。我觉得。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马主任这么可爱的哦，就是很，哎呀，其实啊是一般啊，小时候的印象不是太好，因为我不会讲他那么福州话嘛，就是沟通不良就很难。但是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就发现，哎呀，其实啊，绕了世界一圈以后，还是自己家乡好，这个是很少见。我就很盼望我的师母啊，他们。差不多了啊，就跟我一起回来，跟我在这边过日子多好啊！哎呀，在两岸之间啊，最靠近大陆的地方多好啊，对不对？然后那个随时要跟你们随时做一个差过去啊。我跟他们讲昨天跟童工讲到晚上我就说，我们小完童以后一到了福州，坐一个这个高铁，啪，上海，啪，北京。这个台湾地区哪有那么方便呢？就是马祖方便呢，对不对？所以哎呀，真的是很感恩啊！你的弟兄啊，若你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把他牵到你的家里面把这个牛羊把它牵过来，先放到家中，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的时候再还给他，很可爱吧？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不管是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你遇见的都要这样行，不可以养为不见。这个弟兄是谁？以色列人彼此都是弟兄，就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要这样做的，不是只有你家里面的弟兄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养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我们因为这边的后头我这个住的地方它正在改建，不然的话我就住不进来了。以前都没有住在这边过，这是很老很老的祖产之一然后呢，这个他们我爸爸那一辈那个大伯叔叔怎么样的通通都是怎么样要来盖这个房子那么他们彼此帮忙的。哎呀，我觉得真很美啊！前天还是昨天呢，我们就是一起搬砖头，一起搬那个水泥。那个一个水泥袋，哇，天哪，50几公斤呢，重得不得了然后还有一起要跑到那个砂石场去里面弄沙子的。我觉得真的很特别。有一个叔叔我其实不太熟，我知道他是父亲那一辈的堂兄弟。但是他们就是都在一起就是互相帮助。哎呀，我真的看到就你吃我什么，或者是驴，或是衣服，你遇见的就要这样行。其实再讲起来也蛮善良的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感恩蛮善良的，非常好那你看到这个其实他们个人顾个人的事情可以的，但是他就是说特意的来，一定要来帮忙。知道我们家要盖房子盖那个什么隔间出来他们就特意的来帮忙。哎呀，这个家乡的人好可爱哦！我在想，台湾你盖什么东西谁理你你不要吵到我。这是，哎呀，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与同胞啊相处的时候，这个不管他的财物啊、牲畜啊、失落，都要把他想办法挽救他。这是啊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因为出埃及记23章啊，这边是说这样：假若啊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你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哎，是仇敌啊，还不自己家人哦。如果呢，看见了恨你的人的驴啊，压卧在重卧之下啊，你不要走开，你总要跟那个驴的主人呐，一同把他这个拿开来。就是说，恨你的人，即便呢他不小心要被压在车子下面了，你不要就是故意看不到你就走开了，你还要想办法啊，跟那个驴的主人或者其他的人呢，一同把他呢怎么样救出来。这个是很特别的记载了，但是这边是讲同胞啊，不是狭义的兄弟啊，不是狭义的兄弟啊。那么不要隐藏，你明明看到了，你故意自己躲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你看到这件事啊，总要把他牵回，总要把他牵回，牵他回来，牵他回来。原文是这样子，牵他回来，牵他回来。这把它换这翻译成总要把它牵回来，是这个意思啊，很有意思吧？这段话的这个讲法啊，就是22章的4节，这你看到你弟兄的牛或驴倒在地上，对不对？不可仰为不见，牵它回来，牵它回来。这是强调加强语气，就是告诉你不要做不做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人呐、啊，习惯于啊，这个自扫门前雪啊，莫管啊他人瓦上霜啊，就是不管人家的啊。但是这个事情不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你对你的弟兄姊妹，你会这样做吗？不至于吧？啊，离你远啊，假设你的弟兄离你太远了，就是住得不近啊。也是要怎么样注意到的啊？那么，你总是要帮他啊，保留的啊，或是驴，或是衣服，无论失去什么，你都要这样子对待他啊。这个或是驴，或是什么之前呢、啊，有一句话，他是啊，你要这样对待。或是驴，或是衣服，你总要这样行，只有这样，啊，那总要怎么样帮助他拉起来？他如牛啊、驴啊跌倒在路上，不要说看不到了，你要把他拉起来，对不对？总要把他拉起来，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原来是你要拉起来，拉起来两个字啊，拉起来，拉起来啊，就是加强语气啊。那好，因为啊，这个驴啊。牛啊，这种大的那个动物啊，一倒下去啊，跌倒了，起都起不来，爬都爬不起，所以这个哦是要太重了啊，人要很多人手啊帮忙啊，然后来把它去做。那么再过来的话哈，第五节，妇女呢不可以穿戴啊，这个男子所穿戴的，什么意思啊？男不男，女不女的意思啊，男子啊也不可以穿这个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洗呢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听清楚了。哎呀，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年轻人是怎么搞的，这个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的，这个简直恶心死人！你们不知道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说这个时代要变得很多你如果在这个路上啊，见到这个遇见鸟窝，对不对？鸟窝，或者是在树上啊，或者在地上啊，这里头有小鸟了哈，有蛋啊，蛋都还在。母鸟呢又伏在那个雏上面，或者是蛋上面，你不可以把连同母鸡呀，还有母鸟跟小鸟，对不对？一起取走哦。这个是 you should not take the mother with the young。你 take the mother 可不可以呢？不知道，总要放母
要把母的这个放了，只可取小鸡啊，那个蛋还在嘛？那母亲要去那边抚养其他小鸡嘛？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记载，对不对？来，弟兄姊妹啊，我是觉得哦，圣经中啊，只有生命记出埃及记这边都是一样，他们写了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细节。但是我在想啊，这个真的要去实行，好像很难集合啊。那个，所以这段话啊，比较像是什么？劝告，这个道德劝说，这个家规，你们就听，就在，你不要做。我比如说我小时候啊，这个听说哦，看到走路啊，看到那个死的那个尸体，不管是老鼠啊，不管是蟑啊、蛇啊什么的，有的没的啊，我们要吐口口水。他说啊，呸呸呸，这个，好像是要去掉那个污秽的概念啊。哎，其实这种东西啊，就是小时候习惯了以后，我看到我都会呸一下，这很好玩的，这个事实是什么？那很难去执行啊。那个你谁做的这个事，谁没做这个事，谁知道嘛？对不对？谁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劝告，形成一种家风。这是一个规矩，彼此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对不对？你总要拉他起来，你总要怎么样？你虽然这个圣经里面啊完全不避讳啊这种执行问题啊，因为这种执行不太容易执行啊，他圣经照样写，他照样颁布这样的律法，他这一件事情啊凸显出摩西所写的律法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家规。是一个家规，就是我们呢、啊，对父母亲应该是要孝敬，对兄弟姊妹啊，兄友弟恭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敬老尊贤，这种律法写下来吗？它能够怎么执行吗？哎，但是就是家规那个家风被兴起来以后呢，你就不会乱做事嘛，啊。就有次有序，就很自然的形成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家中。我觉得这段话，我不知道你们体会怎么样，老师体会很多，因为我们一般呢、啊，通常在讲圣经啊，都讲大道理。哎呀，要建立神的国了，完成神的旨意啊，很大的道理我们常常讲，但是很小的事我们常常不听的，或者是常常忽略的。像我最近要、啊、我出门的时候，关门，因为那个里面有蚊子嘛，对不对？这个门啊，如果没关好啊，那个蚊子就跑进来。我以为我都有关，你知道吗？就我没有想到啊，有时候我急着上洗手间呢、啊，就那个门呢就是有缝的。然后后来我爸就跟我说了："你看啊，你自己说要关门，结果你自己都没把门关好。”我就说，哎呦，主啊，我实在是亏欠哦。这 有时候啊，会说的还不一定会做，这个实在是啊，很丢脸的事啊。但是呢，很感恩啊，就是我慢慢的啊，就发现啊，这些啊，这是家风啊。当我们彼此提醒的时候啊，那个。关系就建立好。那我们以前呢、啊、不习惯出门戴口罩，现在、只要出门不戴口罩的，只要被抓到，任何地方都一样啊。马祖现在是没有案例哦，求主保守，继续这样啊。那如果说啊是像台湾啊，你出门不戴口罩，那就马上就被抓了，对不对？马上就罚。但是他现在是整个的台澎金马都得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我们这边没事也要戴着口罩出去啊！我妈不习惯啊，每次出门要去那边去种菜啊，去干什么的时候，她老是忘掉了。她跑到那边这个天黑的时候出去，那个天亮的时候怕出去见到人，她赶快打电话回来说：“你们来救我，赶 快送那个什么东西去。”什么意思啊？小事情很难形成一种。这个什么规矩，但是当它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强调了，那就是形成一种家风，因为它是小事，它不是那么很大很大的事。
但是这种事，比如说你互相帮忙，对不对？你互相帮忙的事情啊，你看到这个弟兄呢掉了什么东西，你不能这个假装不见。所以这种事情哦，都是讲到你心里面的问题。他不是说那个你做了什么坏事杀人放火，他是说你看到人家的需要，你假装不见。哎，连这个心的问题啊，心里的心啊，他都照样的来怎么样形成一个形塑，你对人的态度不可以在人前和人后不同。你即便你是没有人后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你都不可以这样子，这个很厉害。我觉得圣经啊会这样子写啊，他真是啊摸到了这个什么呀？摸到一个家的感觉。你看那个家里面了，男的、女的，这个女的穿男的，男的穿女的，这是神所憎恶的。那你如果知道这句话是圣经写的，你敢这样做啊？有些人是好玩的、啊、好奇啊，这个穿一个裙子，男的穿一个裙子，但我总觉得哪边不对劲啊，我觉得那个是憎恶的事。这个涂个口红，男人呢、啊，我是说男人呢、啊，好就怪怪的。女人就很正常，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就。就是，你知道以前哦，在香港啊、哦，那个上电视台，他这个影视团呢，他们请我交通一些话语啊、哦，他们请我上电视，哎呦，他们还有化妆师哎，我都很不舒服。我说我就这样子上去，能不行吗？啊，他说，哎呀，因为光线啊、哦，那幕是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有规定，必须要那个镜头要好看啊、哦，我这。连那样我都受不了了，但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要小心啊！这种小事情啊，其实就影响很大。你知道，在19不到六几年的时候哈、啊，就是甘乃迪总统，甘乃迪啊长得英俊潇洒，但是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什么？你们都没有想到，就是啊叫这个，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啊、哦，可能很多的跟新教的啊、哦、的做法不一样，他特意的要求所有的学校不准许在这个学校里面硬性规定学生要用主导文啊、哦、去祷告，这个在学校祷告的事情把它取消了。你看这个事情没什么小事嘛，你祷告是自己啊，你的这个信仰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告诉你，整个美国世风日下的开始就是这样小事情挪开了，就呢，这个以前呢，至少那个，哎呀，这个还会啊敬重神，至少还会在这个校园里面呢、啊、手牵手啊，没为一起祷告啊，至少还会有一点主导文啊，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有一个头嘛。哦，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哎呀，这是圣洁。那我们自己应该要圣洁啊，要小心我们的口啦。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你旨意要通达，那你的旨意是叫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吗？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嘛，对不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没有？他都谈到了很多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嘛。你一旦对齐神，你一旦对跟人之间又有照顾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有没有发现这个话里面哈、哦，有盼望、有角色、有扮演、有这个父的源头、有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与人之间的一个态度。哎，每天都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个是小事吗？这小事一挪掉，整个那个嬉皮的主义，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啊，是个抽烟喝吸毒啊，有的没的啊，放荡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性犯罪啊，泛滥啊，什么从头到尾就渗透到美国里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看起来很小的事啊，却是很大很大的事。
确实啊，能把整个的美国啊，这个从那个最好的情况，啪一下就掉下来了。哎，我反而觉得哈，我每次到中国，在各地啊，我看到一个什么八尺八荣辱，什么是是不是这样？哎，那你们怎么讲呢？来，你们讲一下，在路边呢、啊、都写了呀，这个什么好多那个标语啊，是不是？那叫什么啊？八荣八八荣，耻。哎，八荣八耻嘛，对不对？哎呀，我看到我都每一次哈、哦，我都仔仔细细的去看了。你们知道老师看到什么？我是看到，哎，如果一个社会，至少社会的带领者哈、哦，他愿意有讲这些，好像跟你的日常生活不见得就是很直接，但是却是一种家风，你知道吗？哎呀，什么是荣耀的事？什么是耻辱的事？你浪费啊，什么什么都是耻辱啊！哎，这个很好啊。我，他虽然还不是说好像是圣经里面啊祷告啊，以神的话，其实它里面的很多的元素跟圣经里面一样的嘛。我后来听到有一些网络上传的，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那个佛教徒啊，还有什么慈济啊，他们有时候啊用的内容根本就从圣经拿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没问题啊，我恨不得这个大家都来使用啊。这个摩西讲的那个七十个这个长老，他们都能够为神说话，我恨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说话呢，是不是？这很好啊，像这样子啊，我非常支持，非常支持。我就说很恨不得整个社会里面满了这种正面的话语。哎，我是你知道吗？小时候台湾还有，现在都没有了哦，现在都没有了哦。以前呢，动不动啊，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到处都是。现在我就没看到这种词。哎，但是现在在国内啊，到处我都看得到，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啊，这个为什么主啊也？保守我们中国人啊，那个慢慢的是被兴旺起来，有很多的原则在，真的有很多的原则。现在你搞不好不清楚的，这个以前台湾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比较这个专制的一个社会啊，那个以前的蒋中正都是这样子嘛。好，后来那个自由了、奔放了，爱干什么干什么呢？那爱干什么干什么，有些好的东西也丢了，就这样子嘛，就这样子。哎呀，所以啊，要求主啊，帮助我们呐、啊，就是啊，你不要隐藏自己，养微不见，意思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啊，就是要求以色列人，你不可以逃避圣约成员之间啊，彼此之间的 membership 啊，责任，要挺身而出，保护同胞的利益，你不可以啊，假装没看到。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第五节到12节，这边啊，穿着的这个事情啊。要尊重神的创造啊！你是男的，你就是得做男的嘛。你这个就算你很多人呢、啊，都说我性向原本就是喜欢女生的东西，你不要混淆嘛，你不要做混淆的穿戴嘛，保护好动物的永续生存啊！这个永续生存呢、啊、是后面的事啊，这个鸟窝的事嘛啊，那母鸟你不要拿走，拿走小鸟全死。那母鸟啊，你把它留着啊。那个雏呢，小鸟你给它拿的，小鸟和蛋嘛，蛋还可以再永续生存嘛。这个都是这样子，要考虑到这些事。好，那穿戴的事情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这种事情啊，常常跟这个迦南人哦，对不对？他们的宗教习俗啊，有一点关系啊。在学者描述啊，雅斯他录的崇拜的仪式里面啊，常常有一些人啊是扮演异性的穿着。可能啊，这边的禁令啊，除了这个尊重上帝的创造的理由以外，也有啊宗教信仰的一个因素，也有这样的因素啊。然后呢，你呢看到鸟窝的时候，不可连母带的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什么叫做总要放？
母亲的那个放母，就是放走放走母亲的意思，放走放走母亲，这是两个放加上那个母的啊，很有意思吧？啊，因为只有这样子做，你才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我记得哈，那个这个很早了哈，就是国内啊，不是要这个大家一起这个什么什么三改五改，这三反五反啊，什么样，大家一起行动啊，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个还有做的什么什么抓那个麻雀，是不是？全球上下没有一只麻雀，因为啊，我们看到麻雀吃那个粮食，所以把麻雀给怎么样都抓走就没事。结果麻雀一走，那麻烦呢？啊，这个麻雀要吃的那个生态链没了，那个虫就到处是资产了。这个有些事情呢，就那个总要放走放走，有它的原因啊。神的创造都有它的原因，你破坏这个平衡，你以为好？其实不见得好。哎呀，我小时候很怕蛇，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我们走在田里面，啊，蛇蛇蛇，我们就大家都跳起来了，你知道，会怕的，你知道。那这很自然嘛。但是会被追杀他们呢？这个追杀到最末了，把他们全都杀掉。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手。很多事情啊，生有时，时有时。好人坏人，你以为坏人全都是，全都抓走了就好，就社会就没事吗？我告诉你啊，那个黑社会的是这样子的，你那个最坏的头啊，你抓走对不对？那个下面的喽啰就变大哥了，你知道吗？一样的，一样的。好了，所以啊，你这样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啊，这是《生命记》特别的。勉励人，你要遵守诫命和律法的惯用词，这个在《生命记》4章我们就看过了啦。我今日啊，将神的诫命律例都晓谕你，对不对？你要遵守，那么使你和你的子孙呢，就可以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是不是？这是在《生命记》4章4节，《生命记》6章呢，也有一段话，它是这样子的啊。怎么样？做好。做好，厉害厉害。好，不管了。生命记6章啊，他说啊，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啊，都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看，都是如此，对不对？然后那个三节呢，他讲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遵行啊，使你可以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得以享福，人数啊极其增多，正如啊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啊，这个是很好的啊。那么在12章的时候，我们读过啊，你看哦，就光是这一段话写了好几次。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啊，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有没有？永远享福啊！所以这个是常常就鼓励你要持守，你要遵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持守，你要遵行，你就可以享福，日子长久。你要持守，你要享福，你就可以怎么样？我是一直觉得哈，这段话很有意思。它意思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听下去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持守遵行了，你知道吗？后面会带出很多的正面的影响力，比如说男与女。这个女的穿着男的衣服，男的穿着女的衣服，那个不像的这个情况，这个道德就沦丧，就乱了呗，对不对？如果你听从，你就可以享福啊，日子得以长久啊，这个就整个社会就不会乱了啊。我印象好深，我每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啊，教会界啊，真是受不了，因为。民进党搞那个什么，这个性解放啊，就是什么，那个那叫什么，
同性恋。哎呀，我印象太深了，你知道那个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还有呼召了很多人啊，啪一下通出来，出来做什么？出来就是来反对这个同性的这个婚姻的事情。结果我每一次回到台湾，刚好就碰到这种大会，然后我就一定去支持啊，只要是这样的，我一定去支持啊，我就是小喽啰都可以啊，我就做一个螺丝钉很好啊。而且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你知道什么事啊？媒体呀，他不看那个十几万大军哦，看都不看。媒体去照谁呢？照那个抗议的好几个，大概不到十个，就不到十个。我印象很深，不到十个这个倡议要做这个同性恋的人，媒体就专门照这些人，还去访问他们。那个大的几十万人他都不管的耶，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我们看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这个怄的要死，我真的气昏了，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呢？这么大的人，那么多的人潮在讲的话，你都不听，你去听个十几个这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啊，拿着那个穿的衣服也是怪怪的。哎呀，拿出来那个支持同性婚姻如何如何，反而他们那些人受到关注。哎，我就想媒体怎么这样的报道的方式啊？他这个大数法则一点都不平衡呢、啊。这个媒体一放出来，全国看到的是什么？通通都是那个同性恋的事情啊，被高举。而这个这么多教会弟兄姊妹，这么多保守的这种这个想法，要维持整个的社会的和谐的想法，维持圣经里面这边讲的男的女的这个关系的这样的呼声，却全没有了。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败坏啊，跟那个媒体很有关，所以。老师一直有一个想法哈，你看哈，我们现在啊就一直在录制节目，对不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件事啊，就是把那个节目做得更好、更精致一点。因为现在都是我们自己人看嘛，自己人我们很享受，但外邦人他看不懂啊。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媒体啊，慢慢改变这个习惯。哦，让他们能够听到，能够也能够享受到，因为他跟要有过渡啊，要教导啊。那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啊。那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一位牧师叫刘晓婷，他在台湾很有名哦，叫做刘三，他那个有一个节目啊，叫刘三讲古，他是一个外省的孩子，居然用闽南语讲圣经的道，哇，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哦，我跟他是先认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有这个节目啊，我听说他有一个什么节目，但没看过，也自己对闽南语也一窍不通嘛。那最近的话，那个庄牧师啊，他给我分享他的一些信息，我说好啊，你送过来，结果他一信一过来啊，闽南语的，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听啊？我说我没听懂你的意思啊，他说啊，你没听懂啊？我说我不是闽南人，我是闽北闽东人啊，这个是我们那个同样的闽啊，闽是福建的意思嘛，那个东西南北一大堆不同的这个语言呐，这个方言到处都是啊，而且那个就算台语啊，就闽南语啊，那个语调都不一样的，各调都不一样，哎，杠 Q 啊，是个南边的，北边的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还是挺说国语的那种啊，就是普通话说久了，说习惯了啊。那哎，但是这一次啊，我就有一个感受，我这个感受是什么？哎呀，未得之名啊，还有很多。哎呀，那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传说神的道呢？我总不能用中文叫那个巴基斯坦人得救吧？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你看啊、哦，巴基斯坦全世界第五名的国家呢，人口数啊，人口数第五名，哎，但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个基督徒比例那个低到可怜呢、啊，那个2.3%而已啊，
那绝大多数的 Marsing 他听不懂啊。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有一个节目，这个一个 KOG 的 TV、KOG 的电视台、KOG 的媒体 media、KOG 的 media，就是让它传播在全世界去，都用不同的语言的一直传，每一天都写的，每一天都讲一些圣经的话。我现在发现啊，圣经的话讲不完。以前呢，以为啊，这个生命记啊，哎呀，每次讲到生命记这一段呢，都跳过去了，哪有什么好讲的啊？没什么好讲的啊，只能念一遍就没了。结果现在我们发现啊，每天都念不完，为什么？太丰富了嘛，在这个里面的话语很多可以享受，哎，很多很多可以学习，你不觉得吗？哦，连母鸡，那个连鸟窝的事情，鸟窝里面有雏有蛋，还有老母鸡。然后这个母亲一个，你要拿，如果你想要拿，你要怎么拿法？诶，他还教你嘞，他说你母亲不能拿，你母亲拿的蛋也死了，那个小鸟也死了，那个小鸟你可以拿，但那蛋呢，你要让它留在那边继续孵啊，是很有意思，我都没有想到圣经有这样的智慧。这叫我们可以享福，日子可以长久，你知道那个网啊。渔网啊，它总是有一些漏洞。漏网之鱼什么意思啊？小鱼嘛，大鱼就不会漏网了，小鱼就给它漏网啊？为什么？生生不息，听懂吗？你如果说一次啊，就是全都是密闭的，全都拿走了，那个鱼就没了，就没有下一代了，你知道吧？我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根本，你就觉得不像是，不太像是圣经的那种经文呐啊。你看到神创造里面的美好和创造后头的智慧，好，这个都是啊，跟那个我们呐、啊、长久的年岁有关的哈。好，我们从七节以后啊，开始讲了八节。你呢，如果建造房屋，对不对？你要在房屋上啊，四围安栏杆，房啊有2层3层呢、啊，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掉下来原因是什么？你没有把栏杆弄好，那个流血的罪就归在你家，你是故意让它掉下来的。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怪哦，但。这个你就不会把流血的血啊，就归在你家了，对不对？你要把它盖好，建造房子的新的屋，a new house 啊、哦。它其实啊，when you build a new house 的意思啊，是新屋啊。你建造新屋的时候啊，你要在房屋上，you should make a parapet for your roof，在那个这个 parapet 啊，这个在屋顶上。屋顶上啊，要做一下，为什么？啊，免得人呢掉下去了。That you may not bring the guilt of blood on upon your house if anyone should fall up from it。如果有人不小心掉下来，就是你害的。好，这个这么短的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干嘛写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怎么样？要小心啊，要注意的啊，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但是这一句话写在圣经里面，就是你都在顾惜到彼此。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家风啊？是你要时时去思想，如果有人经过，他会怎么样的问题？你不能只是想到你自己，你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啊，对不对？那个失足跌落的时候是一定有风险的嘛？好，那我们再看啊，第九节，你不可以将两样的种子啊，不同的种子啊，这个蒲公英的，跟这个是什么夹竹桃的，啪，两个混在你的这个葡萄园里面，免得啊，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了。这句话有点情况。什么叫偷要充公啊？这个两种就是混杂的意思，充公是被限的意思啊，被限。那个并用就是用在同一块地里面啊，这个
这段话，你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不可以把牛啊跟驴啊，就是放在一起让他们耕，这为什么呢？这个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些都写在这里啊？这个，说实在啊，老师不是很了解啊，老师不是很了解，很多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搞不清楚啊。是因为牛就是牛，驴就是驴。昨天我听到一个话啊，他说，这个弟兄姊妹啊，什么人都有，马就是马，驴就是驴。你不叫马做驴的事，你也不要叫驴做马的事，你就叫马把马的事做好，驴把驴的事做好就很好了。他这个讲法哦，我一边听啊有一点道理，但另外一边听又觉得，哦。你以为他，哎，你知道驴啊，在美国是骂人的，是笨的意思啊。那马呢，千里马那个好马，这个什么宝马，都是讲正面的意思啊。那我总觉得这个人呐，这个好像瓦器一样啊。这个瓦器啊，可以是好的圣洁的瓦器，也可以是很烂的瓦器啊，对不对？你若是自洁，就成为好的瓦器嘛，对不对？圣洁的瓦器嘛。但是这个讲法哈，我总觉得好像是说，哎，反正你笨呐，你就不要去 upgrade 了，你不要去那个被提升了，那个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我这样想，我尽量是正面的去思考。他意思是这样：如果你有马的那个能耐，跑长跑，然后常常那个这个是能够啊有力，然后啊千里马，然后到处行驶，到处服侍，你就尽量去做。如果你是驴啊，就是驮重担的，慢吞吞的，但是很有耐心，很有这个怎么样，很能够彼此背负，甚至于耶稣啊，他不骑马的，他是骑驴进这个进城的，对不对？进耶路撒冷的。所以，哎呀，你愿意啊，成为一个背负重物的小驴子啊，埋在一个地方，好好在那边服侍。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两者都是好事，因为两者都是出于神的原因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来思考清楚啊。所以这两样混杂，他既然叫你不要混，那你就不要混嘛。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我确定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想混，但我知道不混一定会怎么样。你按照神的话做，你就一定得福。这一件事情我确认，这件事情我确认，一定得福，好了，免得充公，我一直不懂，免得充公这个文字是 sanctify 的那个字，这个字是被献成为圣洁。也是啊，在这个22章这边呢，讲到的充公啊，是禁忌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禁忌，被献的禁忌。这个翻译目前呢，这个很难在这节经文呢，算是比较奇特的经文那个两种种子放在那个种在你的葡萄园。可能一种是葡萄，另外一种是别的，或者是怎么样，免得你所撒的种子，对不对？两种种子结出来的和这个葡萄的果子充公，是一个禁忌的话，就比较容易听理会，因为有可能啊，这彼此之间会影响它生长的元素。其实啊，对我们那个农业经济的人啊，我们学习啊，其实在农艺上面，农艺学哈，园艺学啊，有一种很特别的做法。这个土地啊，营养是什么？氮、钾、磷啊，什么都有，对不对？比如说葡萄，它是比较吸收什么样的这个养分的？那你种其他的，像马铃薯可能吸另外一种养分，这两个不会互冲，所以实际上它是有常常有休耕和轮耕，休耕就是像圣经里面讲，每7年就一次啊，就安息年就不要种，让土地恢复地力，对不对？
然后才能持久的，然后为你长出更好的这个种子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种叫轮根，什么叫轮根呢、啊？你今年呢、啊，这个种的是大蒜，明年呢换成那个这个大麦，假设了啊，我随便乱讲，但通常啊都是短期的作物，不会是彼此受影响，因为它所吸收的养分不同，地力要吸收的养分不同，有这种可能。但是它这边呢、啊、说是禁忌的话，它这意思是说，你原来要种的葡萄如果都是葡萄，它们就长得都很好。但是你种的另外一个可能把葡萄原来应该长得不错的，然后挤兑掉了，也有可能。所以啊，这几个啊，总之，耶和华神有些事情啊，他不跟你解释原因，但是他要求你这样做。好像父母现在说要求你不要去玩火，原因没讲，就不要玩火就对了，你就听话。那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要不要听？你听你就得蒙福，你就安全嘛。你可不可以不听？你当然可以不听了。你不听，你就会怎么样？自己要再经过一次。哎呀，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做了。早知道，哎呀，我怎么样的？是不是这样？这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早知道，早知道就是圣经怎么讲你就怎么做，这就是早知道。听得懂啊？听得懂了，你会蒙福的。什么意思？圣经怎么做，你就按照圣经的方式做就对了。你搞不清楚原因都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神不会害你，就像你父母亲会不会故意叫你做一件事情是害你的，叫你跌倒的，这不可能的嘛。好，你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牛的力气很大，驴走得慢，那就没办法搞。你让它哈速度一致啊，速度一致，可能这个教导。好像只是怕你哦不懂，你家里面就一头牛一头驴，你就叫他们两个一起做吧，啊，这样的速度快一点，你可能是这样，但是没想到你这个两个一起做，因为脚步不同，你玩过两人三角啊，一个壮汉一个小弟，这个差很多的，绑在一起，走很难走的，你知道吧？那个一个大的噼里啪啦往前，那个后面的拖着他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有智慧，我会把它这个事当成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琐碎的事，像典章一样啊，就是告诉你有一些案例，你要怎么样做比较好，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啊，凡是这样对你不好，反正我所想的都是为了你的好处，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没什么道理，但是对你是有好处的，他就这样告诉你，有没有？你就听嘛。对你总是有帮助的嘛，对不对？好，11节他说啊，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所做的衣服。哎呦天哪，这个实在是昏倒啊！这句话哦，这个大卫鲍森博士啊，牧师啊，他曾经讲过这个，他说啊。他在面对犹太拉比的时候，犹太拉比他们一定是啊遵行圣经中的律法嘛，圣经中的律法条例很多的，什么条例啊？不可穿羊毛、细麻两种掺杂料的衣服，You shall not wear clothes of wool and linen mixed together，很有意思吧？对不对？这个混杂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出现的地方并不多。利未记19章19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利未记讲的，不可叫你的牲畜和异类配合，把牛啊，不是不，把狮子啊和老虎，配合在一起叫，生下来叫狮虎，对不对？然后把驴啊和这个马啊交合在一起啊，就生下来叫骡嘛。这个东西啊都不会再生下一代的啊，那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子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掺杂这个事情哦，很讲究的，就是混杂。
它是混杂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埃及的外来字啊，就是用不同的材料混合混编出来的一个编织品啊，棉麻跟羊毛混在一起，重点叫做不可混杂，但是要怎么样算混杂，可以考虑，比如说啊，以色列人用骡子啊，曾经用骡子，就是马和驴的混杂的物啊，使用过啊。来，我举几个例子啊。这个亚撒龙啊，在撒母耳记下13章那边呢，他的仆人就照着亚撒龙所吩咐的，对不对？向那暗嫩行了什么事，就把他杀了。那王的众子就赶快爬起来呀，个人骑上他自己的骡子逃跑了。骡子可以被用的，是混杂出来的。那么，我们看看啊，《列王纪上》啊，这个1章33节，王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带领你们的主人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着我的什么骡子，送他下到这个基逊去啊。”这个，于是啊，他们就让这个所罗门王啊，骑着大卫王的骡子，把他送到基逊，有没有？这边呢，通通使所罗门王啊骑王的骡子啊，这个都已经讲到了啊，这个很多很多啊都跟骡有关。那么在以赛亚书这边也66章，他讲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之中啊送回来，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子，甚至骑骡子，骑犊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这是工具，这是工具，没有什么好坏，就是你用就对了。这个车啊，有宝马的，也有汉达的啊，这个只要能用就好啊。大概我是想这边应该是这样。那耶稣呢，有在这个路加福音13章讲啊，说有一个人呐、把无花果树啊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你有没有发现无花果和葡萄？这个两样不是就放在一起了吗？这个好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但是如果有学者认为啊，这可跟当时异教用这种掺杂的方式来敬拜或巫术的话，就是所以圣经故意的禁止这混杂的物种，还有这个植物和衣料，所以这样的看法，也许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这个。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耶稣不是有讲吗？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呐、有一棵无花果树，是无花果吗？就是不是葡萄吗？栽在葡萄园里面了，他就跑到树这边找果子，却找不到，为什么？这个两者会受影响的嘛，吸收的养分或者怎么样，都会受影响的，可能是这样子。好。但是这个有可能，当时异教用这个掺杂的方式来敬拜巴利呀，行巫术，所以禁止，圣经中就禁止这种混杂的物种啊、食物啊、衣料等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可能是这种原因啊。好了，我想这个关于这个话题啊，不好搞，你知道吗？不太容易能够理解了。我觉得能够讲多少是多少，好不好？那老师也不能编出故事来嘛，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反正就是不可的就不要做啊。这个关于同胞啊怎么相处，关于那个不要混杂的事情，关于婚姻的规定啊，都在22章里面讲，所以22章写的东西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啊。那我们已经讲过啊，你不可以明明看到的假装看不到啊，然后你也不可以怎么样充公，这个两样的种子啊，却共同的放在一起啊，混杂的这个事情啊就不合适啊，这个一起生长。好。那在《生命记》22章这边啊，11节这边就已经讲了，这个跟《立位记》19章19节是一样的啊，不可穿混杂的衣服啊。那好，
后面呢，就进入到他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这个外衣啊，四围啊都要做一些穗子，穗子啊。You shall make yourself tassels, tassels on the four corners of garment, with which you cover yourself 啊。Tassel 怎么样？流苏啊，装饰品，好像很漂亮。那个以前呢、这个国剧里面啊，这个京剧是不是？那个骑马是不是就一根杆子啊？这个一根杆子啊，上面那个就是有流苏，对不对？就是当做流苏用的，呵呵，就装饰品。预表这个是马的胡子的意思啊。好了，很好玩呢、啊。好。在披戴的这个穿着外衣上面，四围都要做。这个民数记15章这边哈、哦、有讲到一段话，他说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这个衣服边上做穗子，在那个底边的穗子上面啊钉一根那个什么最底的时候，对不对？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就是跟那个穗子啊可能是白色的、蓝色的就混在一起。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你们干什么？你们看见的时候，你们走路，这个穗子就会飘嘛，就会摇动、摇摆。摇摆的时候，你就看到白色的，你就看到蓝色的，对不对？你就要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因为蓝的是属天的颜色嘛。就像你想到属天的白的，当然有洁净的意思啊，圣洁的意思。哎，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啊，这样的，你只要看到。你就纪念，纪念什么？纪念耶和华神所吩咐过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你就不会随便的随从自己的心意了。你的眼目啊，就不会行奸淫，像你们以前一样，使你们呐、啊、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好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那这个地方啊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衣服穗子啊，这个部分啊，边上就是末端啊，四个角落都要这样弄啊，披边的部分。这个当时的近东文化中啊，衣服的穗子代表他的身份和尊严。蓝细带子啊，蓝色的啊，这个一根细蓝带子啊，圣经里面出现3次而已啊。这个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39章，啊，跟这个这一段民数记的15章啊，那这个蓝细带子啊，这个短语啊很有意思，就用在那个将金牌啊系在这个大祭司冠冕的蓝细带子，啊，要把它戴起来，啊，跟这个祭司的衣饰啊就可以做对比了。无论是祭司啊，或一般百姓啊，都要穿戴这种蓝色的细带子，有相同的作用，叫人穿戴，叫身服，叫人啊穿戴着成为圣洁的身份，属天的蓝啊，属天蓝宝石，蓝色的宝座，什么意思啊？公义的宝座，神圣洁的宝座啊，好叫你们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就是这个纪念神的意思了啊。好了，我觉得哦，已经讲的蛮多的哦。我们现在啊，已经讲到12节啊，12节、13节了啊。所以啊，这个目的啊，这个披的外衣啊，四围做这个穗子啊，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以至于眼目行邪淫。所以你每一次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哎，这是洁净的，我不应该做那些不太合适的事。这一段话所说的啊，就是要人呐、啊，为了神，然后放弃自己的一些权益、自由。外衣的穗子呢，就提醒人不要忘记上帝啊，属天的那个颜色、啊，宝座的那个颜色啊。才是你真正的主人啊！这个就是我们呢，常常哦，有时头上系的
我这边有一个东西，来，有看到啊，弟兄姊妹，很好玩吧？一直喜欢这里。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时候抵挡仇敌，而且呢，成就一切还可以站得住。你们要避开罪，比躲避死亡更好。很有意思啊、哦！这叫什么？这就是常常提醒你，你四围哦，动不动拿了一些经文在你的身边啊。哦那动不动就贴，哎呀，你在家里面了，常常我和我家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啪，到处都是，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就会提醒你的，好吧？这，哎，我觉得这个生命记很好玩呢，比我想的丰富很多哎。好了，我们再看第十三节了啊，第十三节，人呢如果娶妻，与妻子同房之后又恨恶他，哎呦，这个人渣男，如果有这种渣男，就信口说他，就将那个丑名啊加在他身上，说怎么样？我娶了我这个女子，对不对？与她同房，但是啊，我觉得他没有贞洁的凭据，什么意思啊？不是处女，啊，你信口说的啊？那个女子呢？她的爸爸妈妈来。开玩笑，我这女儿这个从小到大都是宝贵的要死，就要把女子的贞洁的凭据拿出来，什么贞洁的凭据啊？那比如说精血不是精血，那叫什么处女血了啊？那拿到本城门这个长老那边去，女子的父亲要跟那个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嫁给这个人为妻，结果他讨厌她，恨恶她，她信口说她说。我见的女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来，这个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啊，这个父母啊就把那个布啊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你看，你看，你们看，好，那这本城的长老啊就要拿住那个人，惩治他，并且要罚他100舍克勒的银子，100舍克勒不少哎，1舍克勒啊大概等于。1舍克勒，1个 KOG 就是1舍克勒嘛，就大概现在不到1800、1700，我都忘太久没有。The value of gold，看看啊，1800多了，哦，1880了，哈利路亚哈，很好，什么意思啊？1800美金有100个耶，1000、1万、10万，哇，天哪，10万多块美元呢、啊！这个10万多块美元大概是多少？1800的话都快要20万，那也就是说，20万乘以6，120几万的人民币吧，是不是？哦，不得了哦，好了。不管了，给女人的父亲，哎呀，为什么？因为他把丑名加在这个一个以色列处女身上，就你要遮我的丑，你破坏我女儿的名声，就是破坏我这个家族的名声。结果那个女子啊，仍然还得做他的妻子，你终身不可休她。哎呦，这个女子也蛮倒霉的啊，这个我碰到这种坏蛋啊，渣男。但如果啊，假设这事情是真的，怎么办呢？这个也很麻烦呢、啊。圣经里面哦也蛮惨的啊、哦，没关系，心雨啊，加油啊，你们加油去啊。这个上班没办法啊。这个如果真的是事实，那女子又没有贞洁的凭据，怎么办呢？就要把这个女子啊带到她父亲家门口啊，本城的人呢、啊，哎呦，好惨呢、啊。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啊在父家里面行了淫乱的事，他跟别的人呐、啊、交合了，
在以色列人中啊，做了一桩丑事了。谁啊？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社会哦，这个我看到好多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我就觉得女人哦，对不起哦，不是骂姊妹哦，我是说外面的那种，没有羞耻心，好多好多没有羞耻心。哎，我不想讲了，我看了都觉得，很难呐、啊。我觉得我有时候啊，我们要小心自己哦。我碰到有一些人，那跟这个特别女性，她如果跟我接近哦，太靠近我了，她那个距离啊，好近，那个安全距离，人与人之间都有安全距离，我就会不由自觉往后退，你知道吗？那他们又再往前，哎呦，我就觉得这个怪怪的哦。一般这样的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导小孩子，要教导，那什么，行了丑事嘛，做了丑事啊，这样这个恶才能中间除掉啊。但问题是，这样的教会不一定教导这个，不一定要告诉孩子你们要小心这些，这个冥解的部分。我们小时候常常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冥界的事情，要小心，要注意，对不对？但是在这边都没有的。好了，我们今天啊、哦，这个实在太长了，老师要到明天再讲剩下的啊。今天我就讲到这边啊、就是这样吧。我们只讲到十二节了。12节以前算是 OK 了，后面的话就明天再花一点时间就把它讲完了啊。